恁着乌路耶和华，我的心啊，你着乌路耶和华，我一生要乌路耶和华，我要活的时阵要高颂我的上帝。耶稣讲：“我乃是请恁做朋友。”Yeah.
有人带着细汉囡仔来见耶稣，要耶稣帮因。学生便责备遐个人，耶稣看见就生气，对学生讲：“让细汉囡仔到我家来，唔通禁止因，因为伫上帝国的都是这样的人。我实在甲恁讲，凡若要承受上帝国的，若无亲像细汉囡仔，断断袂会入去。”对安尼抱着细汉囡仔，甲因还手，为因祝福。证明就时时我靠伊，在伊的面前倾心吐意，上帝就是咱的避难所。应该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祈祷、祈求佮感谢，将恁所未佮上帝讲，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的确伫基督耶稣内保守恁的心怀意念。Thank you.
拜耶和华直到永远，因为耶和华是永久的磐石。咱搁接到伊，因为神得到进入现在所徛的这恩典中，并且欢欢喜喜盼望上帝的荣耀。唔单单安尼，就是伫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，因为知影患难生吞忍，吞忍生老练，老练生盼望，盼望未至到见效。Thank you.
就对船顶落去，伫水面顶行，要到耶稣遐去。只因有看见风真大，就惊，得要沉落去，便话着讲：“主啊，救我！”耶稣赶紧伸手揪着伊。Oh, no.
后你的是耶和华，耶和华在你的正边荫庇你，白日太阳的确袂伤你，民间牛羊的确袂害你。耶和华要保护你，免受一切的灾害。伊要保护你的性命，你出你入，耶和华要保护你，对呾直到永远。我将耶和华常摆伫我面前，因为伊伫我的正边，
我便袂低到摇动，因为安尼，我的心欢喜，我的灵快乐，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徛起。耶稣基督，昨日、今仔日，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。